也太嫩了，超鲜。这一口卤子吃下去不得鲜成什么样子？哎，骨面给的排骨很多呀。小朋友大家好呀，这里是瑞哥的小吃里，我是你们每天只吃一点点的吃力派女子瑞哥。又到了瑞哥迎着春天周末逆食的时候了，我现在在大红门，之前看十三幺许志远老师和柴小青老师吃过一家小面馆，就在公厕的对面，走咱们去看看迎春面馆，温州特色。那你好，两位。都要汤面是吗？对，还可以加一个方便面，一个三鲜加排骨。嗯，好，就这个排骨面，然后三鲜面和方便面。不是，我意思说三鲜面加排骨，其实你两个人两碗面就可以了。没事，我就都单要一碗吧。单要一碗的话，那您要？要三鲜面，要排骨面，然后要方便面。可以，坐吧。然后那个有猪头肉吗？有的。要一个猪头肉。之前看那个十三幺那个节目的时候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导演陈小青老师带着许志远来吃的就是他们家。这个是黄鱼面，38块钱一碗，将近40块钱的价格。它在丰台区还有这么多人来吃，这个鱼我就用筷子已经感觉到它柔嫩了。给大家来一口。这也太嫩了，超鲜。哇，这个黄鱼真的名不虚传。来来往往的人要的都是黄鱼面，超嫩。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嫩的黄鱼。这种温州的海鲜面啊，在这边有很多家，但属他们家开的时间长，开了20多年了。我之前看节目的时候，就看到评论区说，这种面店就是那种特别老饕才会知道的，或者是熟悉的面店。咱们来一口面。特别筋道的手擀面，我要来滋润一下我的灵魂。这种面的面汤已经烧成了这种乳白色，啊，超好喝，一喝一个不吱声，真的超好。哇，这碗面真的绝，太绝了！它调的味儿有海的味道，还有河鲜的味道，它这里面还有各种贝类。嗯，现在有点感觉自己的词语都有些匮乏，但这个面真的是我在北京吃到的几乎最好的最好的一碗海鲜面。跟着陈小青老师吃饭真的是不会骗人，但是它好烫啊，因为它这上面应该是有一层油的，它应该不是那种纯的水。我这个面呢放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鲜极了，我感觉我跟所有的海洋生命获得了某种连接。没点之前我觉得38块钱很贵，我现在觉得38块钱太便宜了，真的。给大家尝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某种贝类。嗯，哇，娇嫩可口，而且还弹牙。咱们再来8个虾。嗯，虾头油也非常好。他现在开始羡慕温州的时候吧，应该在他们那儿天天都能吃到这种海鲜面。哇，脆爽啊，这个超 Q。 嗯，这虾也好吃，超脆。一碗38块钱面里面有2条这个黄鱼，然后有1、2、3、4、5只大虾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贝，哇，真的超棒！来一口。我感觉这里头应该不光是海鲜汤底，它也有荤油有肉的汤底。哇，这三个面呢都是老板推荐的，就是我之前看节目也是他们家三个主打的面。这碗海鲜面大家看看怎么样？觉得黄鱼面贵的可以来尝尝海鲜面，这个海鲜面只要25块钱。目前看只有4只虾，然后有很多这种肉，然后有蛋，然后还有贝类，咱们来尝尝。哇哦，
每个满面都尝一口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吃饭哦。肉蛋，然后再包一个虾，一口面一口菜一起吃进去。来啊！嗯，太好吃了，它这个肉应该是稍微煎过一下，所以肥的部分还是脆脆的。哇，太绝了！黄鱼面还有吗？黄鱼面是这儿的。哇，还有一个黄鱼面。还有黄鱼面。海鲜面是另一种好吃的方法，它是更清澈一些的，它是更浓郁一些的。我个人啊，还是很喜欢黄鱼面那个汤，这个汤太绝了。然后但是呢，海鲜面也非常值得尝试，25块钱，真的，我把虾都包出来吧，好好吃。大家知道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美食博主，但这家就是那种即使是最专业的美食博主，我这个话放在这儿，来他们家应该也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的那种啊。如果能挑出来毛病我就道歉吧，没关系，他们家这个料太丰富了。然后再来点肉和蛋，哇，这一口卤子吃下去不得鲜成什么样子？来一口啊！嗯，太绝了！它这个面跟北方的面也不太一样，虽然是手擀的，但不是糯性的，是有点是爽脆那种口感的。嗯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25块钱值不值？说好就尝一口啊！嗯，咱们来尝尝他们家排骨面。哇，排骨面给的排骨也很多呀，这一份是25块钱，尝一块。哦，看起来不错哎。嗯，哇，人家排骨是这种煮的烂炖的烂烂的，但是同时火候又很新鲜，用各种八角啊香料啊做过的这种味道，单吃就已经非常好吃了。嗯，完全不一样的风格。最好吃就是这种地方，连筋带膜的嗦了一口。嗯，这个也好吃。这下碗面现在真的在我心里排不出第一第二第三，是他们老板刚才说，比如说这个海鲜面和这个排骨面都是25，你可以掺着点，你可以放一半海鲜放一半排骨，但我拒绝了，因为我的实力不允许，我的实力不允许我铁双拼。嗯，我觉得大老远过来吃的小伙伴，我最推荐的还是这个黄鱼面，因为这个黄鱼面真的特殊，其他地方吃不到。然后呢，其次如果喜欢吃海鲜面的也可以点海鲜面，但是最建议点一碗黄鱼面，然后点一个海鲜排骨双拼面，两碗面就可以了。咱们再尝一下他们家只有幸运的时候才能吃到的猪头肉。猪头肉啊，这个东西要吃肥的，肥的才好吃，酱汁儿。嗯，这个猪头的最绝的地方在于这种地方，这种连皮带肉的地方做的这个程度都值不值得。它仿佛像那种路飞的那个橡胶手一样，这个真的是就是我都可以拿它去打弹弓，超级弹，真的超级好吃。这口真的是绝了，一定要点啊！但是不是所有小伙伴来的时候他都会有，他这个是偶尔有，今天赶上了，算我厉害。嗯，好吃，好吃极了，闭着眼睛点。OK， 我准备正式开始吃饭了。他们家真是随时都是人来人往，我来的时间不是饭点，下午3点钟、4点钟，店里还是络绎不绝，有好多好多人。好啦，这家迎春面馆真的非常非常好吃，住得近的小伙伴一定要过来尝一尝。今天我们呢第一顿就垫到这儿，走，我们出发去吃第二顿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位于房山区的老陈烧烤，咱们去享受一下48块钱鲜宰的牛羊串，大串随便吃的快乐，走。打车，然后48块钱，怎么可以这么便宜？好的牛羊肉，最多能吃多少串啊？一个人整体？多的20串。23、24、25。